我的粉丝真的是 ，Hello。就跟我说晚安，对。呆呆的，太呆了。Hello， 对呀、啊，我刚回来呢。对，我喜欢布丁狗，非常喜欢布丁狗，是布丁狗的。真的吗？好了，开始今天的。对啊，你们不是想看吗？我们没化妆吗？我刚泡汤回来，我把衣服丢一下，这衣服太多了。Oh my god！ 对，因为我有点，我回来我发现昨天买的那个派还没吃。真够乱的，被你发现了，没有时间。好，谢谢你的姻缘宝。你看我眉毛都没画，真是我很生气。真的可爱吗？真的可爱吗？不把我的刘海。Hello， 你来了。假的，哼。真的吗？不行，我必须要化妆。你们不化妆，你们就想骗我，以后每天素颜，以后每天素颜直播。谢谢你的巧克力。哇，你用我当头像呀，我看见了。素颜可爱吗？真的吗？我不能再说真的。或许听过黑糖秀吗？看我的黑眼圈，看到没？那个黑社会妹妹，那个鬼鬼和棒棒糖组合，对啊，这就是素颜的，我那时间化妆真的是。泡汤好舒服啊！对，我手机太苦了。好，我来吃东西，有点饿。这你们吃过没？对，我会早点睡。不可能素颜直播。好，谢谢你的生日气球。你们吃过这个吗？就是他们麦当劳的新品。对，我用微波炉热过了我才来开的。对，就是昨天的。昨天我买了忘记吃了。对。对啊，你们都说不看了。泡温泉就是泡汤啊。卡吗？哦，我现在用流量。哇，这芒果派好香啊。嗯，没播多久，就吃完这个我就去睡觉了，我有点困。因为我泡汤泡的有点困，不是冷的，是热的，我加热了。今天很酷吗？今天很可爱好吗？这个熊熊是不是很可爱？哇，为什么？没有很强大。你看我的黑眼圈，看到没有？看我的黑眼圈。哪有小学生？这个多么可爱！你们说就说小学生。每次，哎，你们在我这边定义就是可爱就是小学生啊，不能截图。对，我这边有一件不是粉色的，好，我会早点睡的。我明天要上课呢，给你们看芒果派。对，是棒球服，是泰迪熊的棒球服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啊，谢谢你送的权杖，我帮你们吃了，吃的很好看。我的审美不会错的，你能不能给我找个梳子？我的刘海太奇怪了，我的素颜真的很奇怪。好啊，你下个月来，等你哦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昨天的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是要去看宇航员的电台吗？怎么来送我权杖了？我吃的怎么了？对，昨天的，但我没吃啊，我今天才吃。谢谢你送的玫瑰。
素颜太奇怪了。哇，我也很想哭。我今天一定要把这直播删掉。宝贝，我记得我好像昨天唱过。你们不要录好不好？是愿意送的女人吧？啊，谢谢谢谢黄哥。你觉得好看吗？真的好看吗？比我化妆还好看吗？多大了美女？美女竟然13岁，16岁吧，13岁太小了。16岁，我是一个成熟的16岁。谢谢你送的愿望，我现在没办法给你比心，因为我在吃芒果派。有区别，你看下。太素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你，你来了，谢谢你的元宝。对，14岁的性感偶像。对，晚饭我吃了，不吃了晚饭。我其实也不叫吃晚饭，我吃了下午饭，因为我今天只吃了一顿下午的，所以我晚上不是很饿。但是我就突然就，对我直播还有 BGM 呢，太感人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素颜就很小，素颜就显小，化妆反而老了，是这样吗？什么清纯啊，这太素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们感谢他的 BGM。我哪里过分？我是有点饿了嘛。不然你不来番茄这里，你来哪里？对，这是素颜，我刚泡汤回来，泡汤怎么能洗澡呢？哦不，怎么能化妆呢？谢谢你的玫瑰。泡汤化妆不会很奇怪吗？泡汤化妆对皮肤不好，就是你很热嘛，然后毛孔会发开，然后那个化妆品就会进入你的那个皮肤不好。真的可爱吗？真的很可爱吗？我觉得太奇怪了。开工资我不能天天这样直播，这样直播我会掉粉的。好，谢谢你的愿望。对，泡汤不能化妆。有点饿，我有点点饿，就是其实我就想把昨天没吃完的吃掉。梦游过来看直播，你还继续睡吧。谢谢你的玫瑰。这为什么会长粉？上学啊。没有晚上天天都在吃，没化妆怎么自拍呀？不困啊，我还好，就有一点点困。素颜好看吗？我觉得我觉得真人比直播好看，直播比公演好看。好，我会早点睡觉的。别吧，别什么别，你不是最有发言权的吗？挺好吃的，你们都去吃一下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芒果派，公演是我在跳，但我觉得我公演好像，公演不是很好看。公演的时候好看吗？真的吗？傻笑的时候。我也觉得。我觉得芒果派比菠萝派好吃，不会1点半睡觉的。哇，你在剧场附近住了3个月吗？没关系，我不会烦的，你多催一催吧。证明我化妆技术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来精神了吗？是看我吃东西来精神了吗？对呀，太拼了 ，K23G 太拼了，所以你们还不多关爱一下，关爱一下小后辈。晚上好，你还没睡啊？哇，他说开业就住那了，素颜来精神了。我真的，我太宠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说素颜，我就马上素颜。下次不能再这样了，下次不能再这样了。开业就住在那，不能素颜公演，气死我了！你要上班，你早点睡啊。真的吗？素颜好看啊？真的素颜好看吗？微博营业哦，我忘记了，今天去泡汤了就没有，忘记了发微博。明天吧，明天公演。明天发那个。还是有点问题的。
我的黑眼圈都没遮，今天被谁怼了？素颜好看，真好看吗？录团多久了？你不要心情不好嘛，你看我的心情就好了。嗯，好，你需要之前来看一下我。录团多久了？蛮久了。靠近就看那些黑眼圈了。嗯，我也觉得光用完稍微不好。看我吃东西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心情不好不要喝酒吧。哎呦，你好辛苦，刚从机场到家。应该不是我才。嗯，谢谢你的元宝。因为饿啊。嗯，好。是大家看见我，大家看见我素颜直播就来给我送礼物了吗？太不容易了，还不夸夸我素颜，谢谢你的元宝。什么？你的 CP 居然怼你，不可以。对啊，我最近都睡得很晚。我早睡谁跟你们直播呢？对不对？哦，我只是看我手上吃的，给你吃。你不吃我吃的。哦，对啊，你们好像一直都在夸，我自己在diss自己，不许送紫色的。就是因为直播晚，所以才睡得晚。什么物是人非啊？你多看看我，我才不相信呢！你发誓也没有。我如果早点关的话，你们肯定就去别的票了，想哪里？休息啊，我在吃完。这今天没有节奏了，今天不是被你们电台的时候带过节奏了吗？对，女孩子都是这样，我才不相信你只喜欢我一个呢。我会早点睡的，明天要上课了，把这个吃完。从番茄那边听你唱歌真好听，谢谢。嗯，今天真的没节奏。你们昨天肯定去了，我只是没去查水表。嗯，我之前电台的，我才不相信呢，肯定会去看的。认识啊 ，BJ 的前辈。嗯，我黑眼圈我觉得真的很重，我才不相信呢。我们也爱你。真的没去吗？跟我发誓。真的吗？好吧，那我相信。骗人是小狗，骗人是小狗。哇，这首歌。骗人是小狗。这现场。饭头睡了，好像明天要上班了。没关系，原谅他。旺旺旺，旺旺旺，快点全部旺旺旺，是吧？肯定去看了别人的。真的没骗人吗？我要喝奶。快叫他起来看素颜，快叫他起来看素颜。面对面喝奶偶像，对呀，性感偶像面对面喝奶。行，捏。今天脸很嫩啊，我今天泡汤了之后，我觉得我的皮肤都变滑了。你们看到我的黑眼圈了吗？对，我天天喝奶。看到我的黑眼圈了吗？看到没有？说十五就十五吧，那我就十五岁。不是很明显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挺明显的。这真的素颜，我口红都没涂，我还涂个口红，太忧伤了。我才不会关，我都素颜了还。醒酒，醒酒，睡着了，醒酒。哦，因为阴影挡住了。看一下怎么整的，今天直播有点太晚。
对啊，叫不醒就别叫了，反正我晚上把直播删了，他看不见。我补个口红哈。不，我会戴口罩的。你快给狗头打电话。我觉得这颜色很好看，你知道吗？在公演的时候，大家都用我这个口红，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。它很便宜又好看。好了，现在是涂了口红的陈素颜。嗯，谢谢你，是否真的好看吗？是江西哪的？江西景德镇的。哇，好高。没有四舍五入，这个是真的素颜。嗯，好，谢谢你的应援棒，是真的素颜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气死我了！太甜了。我刚刚泡汤回来，怎么可能化妆嘛？我看谁来了，我不知道谁来了。嗯，好，谢谢你的应援棒。对啊，我没化妆。你不能这么说，应该这么说，方琦只有你了。对，你不要叫他，他工作挺辛苦的。对，应该这么说，放弃只有你了。什么景德镇老板？对呀、啊，泡汤是日文的说法，而且那家泡汤的地方，他那个工作人员说的都是日文。对，我只有你了，放弃只有你了。真的好看吗？放弃只有你了。双马尾，双马尾。听不懂啊，但是就是不许走啊，就是只有你，就是对每一个人说只有你了。不是，我说工作人员会说那个，工作人员会说日语，但是那边很多重庆人啊。哪有大骗子，一般不都是这么说的吧？我的 idol 只有我了，不都是这么说的吗？哦，闽南语是泡热水澡的意思。不行，不是，为什么不行？不要吹，不要吹，你吹的话还是会有人会说丑的，他们要求很高。你们要吹就吹少女感，不要吹好看。你没有，我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不一定能找到，三万人太多了，而且那么多小偶像的应援色是红色。对，你就在这里吹一吹就好了。谢谢来看我们。介绍不了。对，吹性感，红色太多了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现在就在把它全部扣完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是不是很可爱？对，只有你了。什么彩色的呀？搞彩色的棒子，对，以后就搞彩色的棒子。我也觉得这棒球服很可爱，这衣服哪里富贵的？这衣服就是普通的，扣上没脖子。对、哦、那我还是摘掉，开一个，太奇怪了，哪有，一看就不便宜，气死我了！你们每次都调侃我。看 K 公演，来 K 公演啊！优衣库衣服挺不错的，旁边是室友，是鲁蛋，他在唱歌，你可以，你想听他唱歌的话，你就去他的直播间吧。对呀、啊，来看 K 呀、啊。不去，那你还问我？不去你还问我？优衣库有什么好害羞的？魔幻配色，那不行，那他们就说小偶像魔幻了，我可不是魔幻的小偶像。优衣库挺好的呀。哇，这首歌我听着真的很想哭。对啊，在这里听得见，就不用去他直播间了。我前面就没直播，但我电台。哦，谢谢你的应援棒。我想要什么颜色？还是喜欢红色吧。还是想要红色。对，我们占有欲都很强。我也觉得这衣服很可爱。小小，对，女人很可怕。黄色的圣光，是因为芹菜前辈的那个原色是黄色吗？
我这么说话你们听得见吗？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可以，可以，那我就不放大。听不见吗？忍不住都喜欢，那你给我出去，气死我了。听得见就好。对，他声音太大了。什么浅蓝偏亮，这个是深蓝色。嗯，对啊，我不气了，生气了。对，我是真的素颜啊，我刚泡汤回来。就是来气我的，又送我紫色的，生气了。对，我是红色的。谢谢你的姻缘吧，我帮他收下。那怎么行啊？这鸡腿我也不能送给他。好，谢谢你的姻缘吧，谢谢你的姻缘吧。我哪里像刘尊彦前辈了？他比我好看多了。真的好看吗？你们确定吗？对呀、啊，他独一无二呢，真的好看，真怀疑你们。谢谢你的姻缘吧。我不是小华，没有，我没他好看。我今天很好看，真的吗？嗯，好，谢谢你的掌声。真的吗？你确定你不是在哄我吗？这也不好看，这是真素颜，素颜就特别显小，你知道吗？谢谢你的缘吧。素颜看上去就像在念初中。谢谢。我也觉得我全性感，好臭不要脸。我是本来挺小，但我素颜看着比我更小，就泡汤回来有点。就是有点昏昏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我刚刚泡完，就感觉头是晕的，因为太舒服了。好久没有泡过汤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很舒服。对，大家都在哄我，好吧？看你们哄我的份上。泡完熟了嘛？也熟了。小学生。真的吗？你们都是闭眼吹的吗？肯定会有更好看的，就是前辈素颜直播过。好，谢谢你的姻缘吧，谢谢你的姻缘吧。你现在真的眼睛大，看我不觉得冷啊。我可不是全爱，泡一泡热水好剥皮，你有点可爱。对啊，我就是准备泡完汤，然后早点睡觉的，比较舒服。对啊，是全低啊，谁说我全 A 了？我可不承认了。不是靠实力进来的，好，靠脸进来，靠脸进来。不承认。靠唱歌进来。全 S。是靠重庆户口进来的。S 有点奇怪，那不能起，今天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没有啊，我可以再陪你们说点话。不是，下次。饺子全被泡了。我在喝奶呢。对，我就锁了他们两个人，好像还锁了那个什么小豆和小雨，好像定个时间睡觉。嗯，那就因为今天我下直播了，我不用去洗漱嘛，因为我泡过汤了，也没化妆，不用去洗漱了，所以我播到几点都没关系，反正我等会播完了我倒头就睡。小偶像也会上厕所，我天哪。好，我把他们两个人给锁了。小偶像也会上厕所。没有，我小偶像。嗯，对，我把你们两个给锁了，好吧。哎呀，20%的电怎么？等一下，我充一下电。好，我把你们给锁了。他叫你别唱了，曹鲁南说你辣耳朵。谁说我不唱？我的弹幕里面有人说辣耳朵，他说你辣耳朵，马上把他们拉黑。锁一下你跟方琦啊，那可
那很多人都想跟方琪锁怎么办呢？我该锁谁呢？我该锁谁呢？你们说。我发现我一到晚上我就想吃东西，特别是直播的时候我就想吃东西。锁你。嗯，好，你要搬砖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你都反正看了一下。锁你啊。对，很多前辈都是吃播。我唱歌不好听吗？好，锁下你跟991。哦，你要生了，好吧，你先下吧。晚安，晚安。我才播27分钟，可爱吗？你看他们，你看我这边弹幕都在说，从番茄的直播间音乐声吸引过来了，还想谁唱的这么好听？刚才番茄他乱说我，他说怎么闭眼吹啦？真的？他说我唱歌难听。不是我说的，是弹幕说的。你们就不要听我，说我唱歌难听的就不要听我唱歌，生气不听。你原来还要他呀？哼，全部睁眼吹，不能闭眼吹。我还是来听歌的吧，安静的听歌。对，女孩子天生自带香气。搞事弹幕。就是烂货不存在。你说为什么我的刘海就是永远这里分叉的？你的小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好，谢谢你的元宝，你终于不送紫色的。不要送紫色的，我要把你赶出去。哼，你要唱到几点？你想听到几点？气死我了，又送紫色的，真的生气了。这个、我伤心了，我伤心了，我伤心了，我要关直播了。真的伤心了，难受。对，送红色也原谅你们，送紫色都不给你们看脸了，脸都不想给你们看，难受。红照也可以，等下我也可以唱。好不容易回来是吧？回来就想着给你们开直播，也没化妆，素颜就给你们开直播了，结果还受到这样的待遇，太委屈了。要哭哭了，真的被我惯坏了。对啊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要真的生气了，我不能天天讲，气死我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还有人送紫色的，好，谢谢你们送的 K 队应援棒。哎，番茄真的太苦了，一点都不 red 还要被粉丝欺负，太苦了，真的要哭了。哎，气死我了。谢谢你的应援棒。探鱼溪，探鱼溪可以去我的操。我太哭了，我要哭了，太哭了。你们谁还没有加，没有关注我的微博和操话？想看哭播，那我就不哭了。太哭了，好，谢谢你的音乐吧，你最好了。操话不关注，太惨。操话不关注就听不到我唱的探鱼溪了。对，田震真前辈是我们队的。啊，没有，哪有 red， 一点都不 red。你们就是拿我 red 这个，你们就是拿我 red 这个，就是不排我的队，就是我太 red 排不到，然后就不排我的队。那你想当什么？我才不是呢，又带我节奏哈。我流量不大，爽爽流量比较大吧。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乱说，齐黄可是随便说的。对啊，早点排完了，来拿不到那个我爱的卑微。你不去看我的公演还怪我 red， 什么都怪我 red。你看是吧？一开始觉得我比较 red， 不敢看我，反正就是怪我 red。真的不大，我没有流量，哪有什么被我反超，我根本就没有超过他。乱说 The King， 你怎么不说 The Queen 呢？你们努力让我加班。
上 K 队的公演。我为什么要唱歌？他们唱歌我就要唱歌吗？谢谢你送的巧克力。500除，太贵了吧？乱说。你看又带我节奏，什么名字叫齐就是齐王，齐王是你随便乱叫的。对啊，就为了喝我的维他奶。哼，你去找吧。真的吗？这个可以，这 Little Princess of CKG， 这个我喜欢。你的英语非常好，就喜欢跟你这种读书人交流。神秘代码是什么？背一遍。又考我呀？这里有新人吗？有新人我就背，大家都进了运营会的话我就不背了。对， OK fine good。 为什么没买票？快买票。你是新人呀？有新人，那我你也是新人，我背哈。开个头怎么背来着？你也是新人。对， You're only tomato， 你也是新人。872775859，对，872775859。你不就是番茄粉，你不就是番茄粉丝吗？哇，你们都背下来了，真爱呀，太感人了。就素颜没有白直播，没有白素颜。后面一个单词我不认识。872775859。你们是一般不是只有群主管理才考我那个，才考我那个应援群号吗？怎么你们大家所有的人都考？好，晚安，快点去加应援群吧。恭喜你第215个，哇，就已经有215个。对呀，群主管理都睡觉了，考我背神秘代码的那个，考我群号的，就是变成你们的任务了嘛。群号多少啊？群号又在考，872775859，真的是。现在多少个人了？228个了吗？群主最近怎么交易啊？228，这么多了，现在这么多人啊！天哪，不是前几天才200吗？现在就228了，你们也太给力了吧！小番茄真的 red， 我真的 red 了，马上就要300了，真的吗？骗我！872775859，对，872775859，你快点去吧！真的吗？你开玩笑吗 ？CKG 所有的群里怎么可能？CKG 872775859，好记，进群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进群很好的，我们群主很喜欢发红包的，他们说的。这里都是你小号啊，你有227个小号对吗？真的吗？是活跃度最高的吗？你们很喜欢在里面聊天吗？真的是啊。第二高的是谁啊？你们告诉我，第二高的是谁？对啊，你们可以加我的群，我的群很热闹。是车车的吗？哦，你们喜欢在里面带节奏，我就说嘛，你们就喜欢带节奏，带群主的节奏可以，不要带我的节奏。所有的锅都让群主背，他们都有头衔，为什么你没有？让他们也给你个头衔。5分钟没看就99加呀，过300群主女装，群主太可怜了吧，起码要过500吧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们在群里策划开我的帖啊，这样不行。哦，集资才有，那你们就去集资吧。对啊，你去集资嘛，集资就有头衔了。对啊，61.2。群主辞职了，怎么可能？弗兰克都还在群主，怎么的？对，500群主水浊可以。好啊，你给我看截图啊，我想看他，真的是不是要女装？方总秘书可以啊，你去集资61.2，我马上让他们给你改。方总秘书，方总小秘书，辞职书。真的吗？1000啊？算了，不要，这样这个词语不太好，这样不文明，我们要做文明的人。你早就被我眼熟了，你天天说喜欢我一个人，你怎么能不被我眼熟呢？
情人就算了吧，哼，甜不过狗头，有点可爱。谢谢你的女人帮。曾经我疯狂喜欢这首歌。我真的很好看吗？的素颜真的，我越看越不好看，怎么办？眼睛都眯起来，我肯定会查水表。我才不相信你第一次看我直播了，你之前也来过，你是不是第一次看我素颜直播呢？我是不是要坐远一点才好看？坐远一点才好看。建个个站。混得下去的，混得下去的。素颜早就看过了，睡了睡了就睡了吧，他可能明天要上班。嗯，好，晚安。我没有贴双眼皮贴，没有贴，今天没贴。我说今天没化妆，下次我第一次看 K 队，不要紧张，我会看着你的。对，你们都上班了，第一萌真的吗？你要去他的直播间夸他，你在我的直播间夸他，他看不见。对，我也是，就我也是。真的吗？那个白白前辈他那个。我现在甚至我现在想贴一个双眼皮贴呢。我现在想贴一个双眼皮贴。浴衣是那个泡汤的地方的。我想贴一个嘛。贴一个你们就知道，贴完双眼皮贴会更坏，会更那种。哎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嘛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又贴了之后会更松一点。这双眼皮贴又不贵，妈呀，怎么没区别啊？还变小了，气死我！不行，这首歌真的……哎呀，我撕掉了，气死我了！哪里眼睛大了些？我没贴好，没区别。真的吗？我素颜真的很好看吗？你们总是这样吹我，我都觉得，哎，我贴给你们看一下嘛，真的是，什么富贵又富贵，就贴几张，双眼皮贴本来就不贵呀、啊。天哪！为什么我要听这首歌？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梦想。妈呀，被我贴成三眼皮了，什么鬼呀、啊？真的不贵啊，我可以送给你们。好，谢谢你的姻缘吧，我把这个再撕掉吧。对，我也很喜欢芹菜。三眼皮，我太垃圾了，太垃圾了，我这个手法。不贴了，算了。哎，为什么要唱这首歌？这首歌不行。算了，不贴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跟搜搜前辈学一下吗？可是他不认识我呀。那个郭庆的那首那个。他不认识我。你去他房间点歌。听过这首歌吗？他这样，他会原谅你的。你就，他站第一排的话，我站第二排的话，你就可以凉了。我什么 diss， 我没听懂你说什么。对啊，我会看你的。你要不就披着我的毛巾，要不你就亮红色的应援棒，要那种全场亮哦。然后之后，你多看看我，就亮红色的应援棒，你看我，我就会发现你，然后我就会觉得你是我的粉丝。你去了他那里就不要来我这里了，就是这么凶狠，凶狠，超凶的。手机灯牌也行啊，他们之前为了就是对我很凶的，其实我很凶的，我一点都不甜。之前他们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在下面就是举个手机，然后上面画个番茄。不亮红色可能看不见，因为下面有点黑，对我变了。不在不是你的 unit call 别人没关系啊，不是我就没关系，只要我不在，我看不见都没关系。我还不宠你们吗？我都素颜开直播了还不宠，不宠的话我就关了，真的是我生气了。快说我宠不宠你们，不宠我就关了，都是素颜了，都素颜直播了还说不宠，我要哭了。
我要哭了，难受，委屈。傲慢与偏见，这首歌很好听。哎，难受。看到没有？这样就变爽了很多。谢谢你的应援吧。素颜好看吗？你是新来的吗？你可以进我的应援群啊，觉得我好看的话。我应援群的粉丝都很有趣的，有点夸张了，真的吗？我就喜欢这种夸张的。谢谢你的应援吧。全程亮紫色，那怪不得我没看见你。亮紫色的，我就不会看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要这种欧式大叔。没有，我在和我的小可爱、小粉丝说晚安。没有，但我还可以继续唱。妈呀，不好看，这样真的不好看吗？对了，贴成三眼皮。哎，算了，不贴了，气死我。我们还要上班呀！我突然想起来。不贴了。丢掉红紫不行，红紫我不会看你的，一看就是个浪货，你不就是自挂吗？我发现我的粉丝都很喜欢自挂东南枝。好吧，我不贴了。我没有看到昨天亮紫色的。对啊，是一次性的。好凶啊，我哪里凶啊？橙色不行，一定要红色。没有棒子，有毛巾也行。其实毛巾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对，好像，对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信。我才不相信你买不起。买不到我的毛巾吗？你问问群主还有吗？白色不行，白色是你首推的颜色。带个红布，不要吧？带个红布怪可怕的。你不是有我的毛巾吗？相信你啊，怎么会不相信你？喝多了一般就不是酒后吐真言吗？没关系的，你不要头皮发麻，我也会记得你的。哪儿洗脚了呀？886，戴个红头盔也行啊。为什么不戴毛巾？嗯，其他颜色也不看，我是只看红色的。我哪有空去舔别人，对不对？我自己的粉丝我都填不完，哼。为什么不戴毛巾？红色的衣服，穿红色的衣服。毛巾用来擦汗的，也可以挂在脖子上当装饰啊，挺好看的，不羞耻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看那天，红头发就算了吧。那天就是所有的粉丝，我的所有的粉丝都坐的右边，大家都戴毛巾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快去洗漱啊。嗯，好，必须亮我的红色。对啊，毛巾可以当围巾戴，我的毛巾很暖和呢。我以后要把就是毛巾从剧场带回来，我以后每次直播我就挂在脖子上。平复了一下，你好多了吗？等一下就唱巴拉，不唱巴拉，唱宝贝吧。红色，对呀、啊，红色。对呀、啊，他只送了我一条，真的很嫩吗？我没化妆。戴了怎么会被挂呢？对，我还没睡呢，可能再直播一会儿吧，因为我今天泡汤了，不用洗漱可以直接睡觉。偷偷看别人一眼不会。有什么感觉？有初恋的感觉吗？今天要播再播一会儿吧。14岁的歌声，不能把我不能送给我，你送给我的话，你自己没有毛巾了怎么行啊？不用。不用多拿几条送给我，他如果多拿几条送给我，我应该也不会给前辈或者后辈。嗯，87277589，对，今天要过一点了。教操！气死我了！你再这样子，我真的生气了，我真的要哭了。嗯，你也很努力啊，你还不快点写作业？被我的前辈挂，为什么被我的前辈挂？
个我的宝贝，叫宝贝还是我的宝贝？为什么要送我前辈的毛巾啊？不要送我前辈的毛巾，很奇怪这样。我只接受了娜娜的毛巾，其他的我不接受。哦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个芹菜的那个应援服，就可以对每个成员都有。那个时候我还没进 K 呢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要喝点热水，我感觉。嗯，好，搞完毕业设计就来。我不会默默的宝贝，我只会那个。那个时候我还跟芹菜前辈说，我说以后有应援服记得给我们也留一个，他说好。群号哪里能看到？87275859，快点加入，你就能成为第229个加入应援群的人了。官方毛巾不用送，就是我们那里有87275859。哇，这个广告打的。没有，我没在打，他们一直在问呢。有人报了，你看他们都比我记得熟。末位的宝贝，皮卡丘展。我还好不热，但是泡完汤确实有点热。官方毛巾其实还行。你为什么要买官方毛巾呢？就我们就是没有自己的毛巾之前，跳的花与火拿的都是官方的毛巾。哦，皮卡丘展啊，皮卡丘很可爱。对啊，赶快加我们应援会，就可以离我们群主女装更进一步。什么可以等到我的波波？为什么要波波？没有应援服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嗯，没关系，管理明天就会同意的。管理不是，这里有管理在吗？快点，这里有管理在吗？对，我是优秀的市场营销高手，教你们如何。对啊，你看这个弗兰克就是个管理，你们快加群，他会同意的。抽拍立得买的礼包啊，不冷啊，就是今天跟前辈去泡汤了，外号是小番茄。哦对，最近重庆有点冷，你们多穿一点，特别是那种上学上班的，你们真的好辛苦。有问题，外号是小番茄，你居然不知道吗？哦对了，现在是不是加应援群还要回答问题啊？对，昵称是小番茄。方琦，真的不怎么觉得在听方琦说话。嗯，重庆有上海人吗？我不知道上海是不是听说也冷？对，去泡温泉了今天。嗯，好，你早点睡觉，晚安。把问题删除，不能删除。我觉得不删除挺好的。万一有人想进去黑我呢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的话，加群干嘛呢？峨眉山泡温泉。再念一遍，87279。对啊，删除的话会有打广告的。对，他在学我。87279179。对吗？想黑我的人，他会知道我叫小番茄吗？你打错了。快点，你们打正确的打出来给他看。8729，对，我这边的群号还挺好记的，快点打正确的给他看。对，这个叫徐行的，他打对了。哇，深圳就419，他深圳很独特。小番茄，哎，你这么读音的话也不错。可以啊，你中装反是吗？开始黑我了哈。哦，又倒了，看来我要买一个支架。小番茄大番茄什么鬼，没关系，手机不会撞坏的。谁打我？没人打我。怎么黑成功了？嗯，对，我会听的，我等会儿下了直播我就去搜。嗯，好，你去吧，我喝口奶，我有点渴。手机套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鲤鱼玄前辈生蛋的时候，他们粉丝送我们那个应援袋，里面有一个手机支架。
我下次拿来用一下。87291749。对啊，我的粉丝可厉害了，他们还会中装反呢。加了应援群就可以听到我的绝美歌词，什么绝美歌词什么鬼？没翻车，我知道。嗯，他们之前用重庆话讲过，小反去，怎么读来着？我也觉得蛮恶可。嗯，好，快点，管理来同意一下，这里有一个新人加群了。你再这样发，我真的要把你拉黑了。嗯，一定会同意的。我们群里的人都很好的。那这30个应援群必须有我的应援群。你是不是第229个？天哪，这个伴奏。你是粉丝？你粘贴错了，那你居然复制了那个。对，群里是很和善，而且大家喜欢带节奏，你可以进去跟他们学习一下怎么带节奏。什么太假了？我也觉得他好假，他就是想故意气我。他如果不是故意气我，是真心流露的话，那我以后再也不要理他了。今天的节奏就是，今天没有节奏，今天就是素颜乖巧小番茄。嗯，谢谢你夸我，你错了也没用了，不理你了，以后都不理你了。哦，今天群里的节奏是甜不过狗头啊，对，群里都是人才，我也觉得。嗯，好，夸夸我，你送我，我也不理你，生气了。前面填一下，后面开黑啊！看来你很懂套路嘛。不理你，真的生气了，你故意这样子的。嗯，晚安。没有啊，应援会不是大佬，大佬一般都不加应援会的，大佬一般就是单推，不要他的皇冠。送皇冠也不理，对，你是第一个，他是第二个，你已经失去了，你已经失去我了。今天不能再怼我，今天我很脆弱，结果泡完汤我很脆弱。今天泡完汤我很脆弱，886，生气，我哪里可怕了？对，泡软了，今天泡软了，不要攻击我。嗯，好，早点休息。卤蛋在唱歌，你可以去他的房间听他唱歌。哦，鼓掌。对，今天重庆很冷。啊，我这谁都冷了。就你一个人说这个话。对啊，你看我直播很。你太夸张了，我可没有这样子，让我这样子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你这样子。没有，你知道你们太坏了，你们就这样子故意，好像就搞得我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你们不能这样子，你们下次不要这样子。啊！气死我了！你们真的，你们每次都这样子，啊，我真的气死啊！这样子搞得我都不能继续生气了，怎么办？229个了吗？气死我了！你下次可不能这样子，你下次再这样的话，我真的不理你了。气死我了！对啊，你们每次先惹我生气，再丢这个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干嘛还要让我生气呢？对啊，现在你成为唯一一个被。对，下次不能再这样子。我今天就是今天泡完汤，我本来心情很好的。不知道我现在的群管理睡觉了吗？哼。最后我再报一遍我的应援会群号。再看一下。对呀、啊。不许再惹我生气，又送。87291749。对，我
你们真的怎样才能被拉黑呀、啊、你也要惹我生气是吧？这个可乐气死我了，哭什么？对，今天节奏就是粉丝带的。对呀、啊，今天节奏粉丝气偶像，真的是。嗯，好，谢谢你的音源吧。我今天都素颜直播了，还要惹我生气。我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知道吗？大家都气我。好，谢谢你的音源吧。好吧，原谅你了。惹我生气再赔罪，不可以这样。我才是爱的卑微。我们管理是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了，管理就是原罪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那个啊，原来是这样。直接送礼物不好意思，就是惹生气了才送是吗？真的很生气，哪里双面偶像，你们是双面粉丝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。晚安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嗯，我也觉得我有一个好的饭头和好多好多管理，你哪里可有可无啦？感恩什么？没事，我知道你们一般都加很多群。我怎么胖了再减？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啊！再这样的话，我要打死你们。你是南昌的啊？我们是老乡。嗯，管理会同意的。想问一下，狗头不会把你吓的，你们俩可是 CP 呢。哦，同一天生日啊！西昌的，西昌是在哪里啊？西昌四川吗？管理员在的，管理员在这呢。四川，对。你们快点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知道。知道你，南昌的西边啊，就是叫西昌嘛。你真会抖机灵。嗯，我知道西昌很漂亮。其实把这个吃了，我就。他们都羡慕你。我不知道，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我太单纯了。南昌的西边叫昌西，谁跟你说的？南昌西边就是叫南昌西边，西昌的烧烤很好吃。对，那边应该很多少数民族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加了再屏蔽。其实他们讲话挺好玩的，他们经常在群里带节奏，很好笑。啊、你可以去操话，因为我最近真的可爱吗？那你们就日常点进去看一看吧，对，经常发红包的，快点去吧。那个群就很欢迎新人的。那可不行，你们群里也要吹捧我，怎么能吹饭桶呢？我才不相信你推了其他三期的群。分享啊，我现在就在分享啊，对吧？我不在群里，但他们这么跟我说的。对，他们跟我说的。对，你可以设置群消息接受，然后不提醒。对，你们偶尔吹吹我们的饭头挺好的。对，饭头太辛苦了。不许退！你为什么要退？不许退！退了就不跟你玩了。我不是群主啊。对啊，你快点。那你有加我的群吗？你为什么没加？哦，退其他三期的不用退啊，你们就是要加其他三期的，然后你才知道我们群里有多好玩。一天不搞饭头浑身难受，等我饭头被你们搞出坑了怎么办？你们谁做我饭头啊？一个运营群都没加。你不是不加？对，我们群主 nobody， 对 nobody， nobody。天哪，等一下。汉勉为其难，我才不相信呢。
你肯定已经加过了。满嘴谎言，哼！你们又来了。嗯，好，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明天好像也要上课，明天周一。哦，明天周二，周二要上课。嗯，好。管理里面抽签，抽签大家就是谁抽到这个签背这个锅，对吧？哼，我才不相信呢。你要是再敢在我的这里报他的群号的话，你就给我出去。生气。对，后天切票，后天不是切这个星期的票吧？我看看谁，我看看谁敢在这里报，马上拉黑。我看看是谁敢。只能报我的。对，快点，87279859。这是谁报的？这是什么号啊？嗯，好，晚安。87654321，好吧，我感受到你们强烈的求生欲了。乱打。不是明天切票吗？啊，星期三切票。110，对，你们还是拨打120吧，真的。拨打120吧。什么啊？为什么要报自己的 QQ 号？试图撕脸小偶像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美少女。不能信。我可以发我小时候的照片吗？小时候的照片。我小时候的照片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其实有好多懂。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，你帮我抓，你真的好可爱啊。你们在那个超话看到了我发的那个一周年的、那个、哪有，方琪琪一般2点钟睡觉，没有3点钟睡觉。我笑起来挺好听的，你真的是会夸。对，我要气鼓鼓。维护了你才来，你不是应该主动来吗？哇哇，我好感动！天哪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怎么可能2点才下播？我1点钟我就下播了，还有12分钟。天哪！超好头像变了。然后后来怎么了？后来他们都吐了吗？后来他们都吐了，气鼓鼓就是这样子。哇，我真的好喜欢。气死我了。扭下脸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听懂。气鼓鼓真的很可爱吗？他掉粉了，为什么直播那么晚会掉粉啊？我以为你说直播那么晚就秃了呢。对，气成河豚了都。给你们安利，给你们安利一下。气成河豚了。你看这是不是特别的好看？谁说我的头圆来着？有小可爱说。对，气鼓鼓成胖头鱼了，怎么办？秃了为什么会掉粉？秃变秃也变强了。对啊，我掉粉就是因为我素颜，我素颜就掉粉，就怪你们。对了，我的脸是方的吗？今天发的这套。脸上的什么粉？我脸上没有涂粉。Hello， 你好。你看了吗？嗯，晚安了。素颜真的好看吗？真的吗？今天有好几个加群的吗？变秃如果没有变强，不，变秃肯定会变强的。真的吗？我素颜会长粉吗？不要再说那个性冷淡的 You got me 了。哦，天天看的身体遭不住了。好吧，我还有10分钟我就关掉了。素颜不能留太久。鹅蛋脸。来来来，你看没有？可以动的。没看。谁跟你说一姐？气死我了！应援群人数能代表什么？哈？看清楚了吗？来，再放。真的会涨粉吗？你们就骗我。这个就是一个动图。把脸遮一下，秒回 max 状态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懂。会想你的，想你的。鸡腿不饱，可是你们冲鸡腿不就是为了送小偶像了吗？节奏一姐，不行，对啊，代表浪货多。应援会 red 了，对啊，
又喝 red 又不是小番茄 red。对啊，鸡腿不就是拿来送小偶像的吗？不是很有道理吗？不然你们冲鸡腿囤着吗？昨天就送完了。你昨天送给谁了？谢谢你的愿望。嗯，好吧。让我原谅了，我还能怎么说呢？原谅了。对啊，你应该等到巴厘岛直播再送鸡腿的。攒皇冠也是得送啊。哦，送我了呀，那辛苦你了。发私密，我的私密好像也不是很贵吧。他肯定要等到巴厘岛那个。私密哪里贵了？发人气高是好事，你说的对。那我到时候我才是可有可无的人，你们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人，那你们觉得私密多少合适？对啊，微博不就是黄黄的吗？我记得你啊，怎么可能不记得你？昨天你被他们要求就是给他们看特效你才送的。就我看那刘亦菲前辈。你要存20天，不行。充不起，谁说你充不起？充得起，有很多靓女，真的吗？我们 K 队就是很棒。不许走，为什么要走呢？612，对你说的有道理，我没有设612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每次你知道吗，我每次回复一个翻牌都要很久，我都要打字跟想回复我都要想20分钟。不许走。我玩呀。为什么要走？我玩，为什么要走？不许走。我才可有可无的人，不是我打字慢，是我要想很久要怎么回。我才是爱的卑微。你们三个又开始了，你们又开始了，我下次不回复你们了。你们又开始了，你们又开始了，亮记仇了。我读了好不好，帮我解释一下。我后来就是你们把电台听完嘛，我都读了的，因为那个截图就是我没有看好。没有啊，就是我的那个小会难过的。不许走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每次都能打到300个字，然后我再往前面删，把前面就是没必要的什么语气词删掉，然后才200个。我每次你问他们，对啊，我学的东西，我感谢你。那个4-6级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关护眼模式？我真的很甜。我不是选择性回复的，翻牌只要不骂我，我都会回复的。你骂我，我就不回你了。不许走，什么爱的卑微啊？在想啥呢？不许走。什么？你要教我做人不可以啊？你又没做过偶像，你怎么知道怎么做偶像？我才是爱的卑微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骂的也可以翻，我还要把它挂出来。Your name is 什么 ？ED 白尾。你有加我的艺人群吗？哪里像了？他比我可爱多了。这是我素颜，我化妆了就不像。好，我教你怎么做人，教你做人从早睡开始。不许走，那你别送了，你别送了啊，不许走。哦，爱的卑微是个意思。哦，好，谢谢你的姻缘棒。不许走。对，我还拿过，对我还拿过叶苗那封，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可爱吗？他好可爱，我觉得，真的好可爱。为什么没有答对问题啊？问题就是小番茄。我也可爱，谢谢你啊！我记住你了，你经常出来报我的群号，都不用我自己报。不行，我要等一下，我验证一个。我每天几点钟睡啊？如果直播1点的话，我就2点钟睡。我抖音列表。你们为什么送完就走？就是出坑的意思吗？不许。你的出道神仙。又送我紫色的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
还没加群，赶快加呀！你看前面有人报群号的。啊，问微信啊，太毒瘤了。还有一个鸡腿什么都做不到，那你就自己留着吧。为什么送红色棒子都走啊？你送完就走是要出坑威胁我的意思吗？谢谢你们就是报我的群号。不许当面送电棒，我知道当面送电棒就是要出坑的意思。为什么戴牙套呢？因为牙齿就不整齐啊，想矫正。对，我明白，我明白这个，所以你们不能送。因为我送我当场哭出来，哇的一声哭出来。不是送毛巾，他们要送电棒，就是出坑的那种电，就代表他要出坑的意思，就是给你，我不要了。对啊，当面送电棒不就是出坑的意思吗？我不要白色的，对，戴牙套很疼。什么？你不是还说要以后要只爱我一个人吗？你就什么什么最后的爱。你送的时候你要说啊，如果你什么都不送的话，你什么都不说的话，就不是代表要那个出坑了吗？你为什么要送我别的颜色的呢？对吧？对，恭喜第230位加群的。对呀、啊，会影响就是那个口齿不清。哪有？我会记得的好吗？你看你每次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已经230个人了，太 red 了，真的太 red 了。为什么要出呢？你为什么要再出呢？不要走了，你不是想看我直播，你还走？就是为了你们才开的素颜直播还走，生气了。晚安。还在我这里出毛巾，这里全是方琦的粉丝，你出给谁呢你？哦，原来是送给我玩，不是出坑的意思啊。那你们就不要吓我。又涨价，哪里这么 red？ 对啊，我觉得还是要看微博回复人数。哎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，好吧？我就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的群里现在已经230个人，我发条微博，我每次只有30几个评论呢？采访一下你们，你们都不关注微博的吗？你们都加了应援群，都不愿意去评论微博、点赞微博吗？不玩微博，我才不相信呢！你还要发主页，你还不玩微博？是懒，对，可能真的是懒。对啊，只有30几个，我上一条微博只有30几个。对啊，你只看微博也行啊，你不加应援群，你不加应援群你就一个都别加。微博都是小号，对啊，有小号你就评论啊，为什么不评论呢？搞得我都没有动力发微博了。微博一般都会发好看的照片，你们不评论不点赞不。那我就没有动力发评论，就是评论才记得呀，就是每次看评论都会知道是谁。查水表，你们还怕被我查水表吗？没有，30多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不是每天都有微博，所以你都没地方发晚安了。都怪他们不评论微博，都怪他们，不怪你。你是每天两三点都会来跟我说晚安的。怕被其他前辈查水表，没关系啊，大家都懂得的。大家都懂得共享粉丝这个道理。对啊 ，K 队还在播呢。哼，不发了，生气了，气死我了。今天不评论只点赞，有些人点赞都不愿意点了。边玩 LL 边听直播呀，辛苦你了。这软件怎么不稳定了？还行啊，其实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这个抖音号是多少。谢谢你的巧克力。哇，我时间到了。刚才谁保存了我的抖音号？上周。不是因为你亮紫色的帽子，我没看见你吗？我怎么又演你了？我这么甜，你不知道吗？15098。谢谢你送的幸运曲奇。你是第229个。哦，只有我们两个在直播呀，在动态里会被看见的，评论不会。对啊，你们就评论，我没生气，我没有真的生气。
我记得你啊，我怎么不记得你？你们老是讲这种话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你们觉得这样很有存在感是不是？其实我都会记得的，特别是就是在现在，好，谢谢你的云吧。特别是现在就是粉丝比较少的时候才容易记得，游客呀，但是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嘛，不能直播太晚，不然明天马上有人来评论了，真的，你真的很可爱。一点了，明天早上进入上课，10点半。嗯，我真的要那个，真的要睡觉了。这个星期那个哔哩哔哩的 cut， 谢谢你。对，我肯定会以为是两个人。那你们为什么？对啊，我就是说你们就是出道亮相就关注我的。嗯，吃好夜宵，嗯，要睡了。你们出道亮相就关注的那一批粉丝就很珍惜的，其实。谢谢你。好了，我不能再直播了。今天泡汤其实挺开心的，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感觉氛围这么荡，因为我的声音喉咙有点疼，早上起来的时候鼻子都塞了，但我感觉泡个汤感冒好了。好，我也要睡觉了，好，跟大家说晚安。好，我明天就发微博好不好？明天就发就是昨天你们说好看的那张照片。好，谢谢。早点到手，对，是素颜。好，晚安。谢谢你们。早点休息，晚安。这个直播我可以删掉吗？不是吊带那张，是模糊的那张，这个不删了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删，觉得不好看。啊，别走。好，别走。对，没有节奏。好，拜拜，大家晚安吧。明天可能会看，明天可能不会看。明天如果好的，没有打底，我真的没有打底，我要去睡觉了，我都不用洗脸。好，晚安。因为在抖音里面搜索谢谢可以吗？拜拜。对，你下次早点来。晚安。好，晚安，拜拜。